再欢迎另外一位朋友加入我们，我们欢迎高雄儿童合唱团的小朋友，要跟我们一起合作这首《听妈妈的话》。我们也要再度的欢迎我们的所有乐手老师，鼓手阿明老师，贝斯手金木一泽老师，还有我们的音乐总监钟新明老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对，小彤彤，对不对？那你等下麦克风拿近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要坐在后面帮你弹琴，好吗？我们一起要合作这首《听妈妈的话》。